生了没？海威斯大学，大学生什么？第一届大学杯歌喉战。哇，这个歌喉战也是一部片，一部电影的片名，对不对？片名，片名，一部电影的片名，片名。对，然后呢，其实现在选秀节目非常非常多，我们看到有很多很专业的这个专门参加比赛的，也有甚至歌手也跑去比赛了，有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从这个一堆这个烂芋头当中，以前都是好玩的，这次我们认真了，认真了。校园里面比赛有得过名次才能来比这一次。好，那我们先看左手边的芋头有没有参加过了，好不好？请问大家有参加过歌唱比赛吗？圈叉。哇塞，还要写出来，你看海产，这是我进入超级偶像的32强，万人海选最终百强，万人海选选到你，选到万人海选，他们缺嗨比吗？还是我真的是算是实力的，唱两句，红，请唱两句。我是虾子，你是螃蟹，我们都是海产。谢谢，等一下我唱完。我们都是海产。好，什么？否认海产上次唱的时候，女生全部都答应跟我交往。那大家海产，因为我知道歌唱比赛的人，他在比赛之前一定不会透露自己的厉害的地方，所以他唱这首是有原因的。看播故意的，就是故意唱海产啊。其实我唱的其实可以更好，可是我自己讲，所以我懂五号，自己说好，没关系。